布赫，又名云曙光，1926年3月生，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，蒙古族，乌兰夫师长子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布赫是一位诗人，还是位作家，也是位书法家。布赫在中年以后开始研习书法，利用业余时间，几十年从不间断。布赫的家人说，不管工作多忙，他住只布赫早饭前的第一件事是来到桌前写毛笔字楷书。草书是布赫的主要书体。文从沈梦了解，他几乎每年都会在自家门上写春联。布赫对记者说，我喜爱书法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，不仅歌颂江山，直抒胸臆，还能锻炼身体，书法多了就能集中起来办展。2011年3月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布赫同志书法作品展览。2016年12月23日，布赫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。据报道，布赫向政府赠送了4000多件书法作品。